弟兄姐妹，欢迎来到今天，来听到神的话 ，Amen， 来得到神的祝福 ，Amen。你们还好吗 ？OK， 你们还好吗？我是 Edwin 牧师，我是简称圣灵知道的教会，在马来西亚新山 ，Amen 的牧师，跟我的太太 Caroline 一起，我们要，跟你们讲圣诞快乐，要祝福你们 ，Amen， 哈利路亚，要到年尾了咯 ，Amen， 再多五六天，我们要2020要结束了，要进新年了咯 ，Amen， 哈利路亚，我真正相信，明年会很好，会比较好。说今天今年。还没有结束，哈利路亚！我们要重新回到神面前，跟神同在，对，跟神比较关心关系，可以比较强 ，Amen， 哈利路亚！所以要分享什么呢？来，我们祷告先，神，耶稣来祝福我们，我们要听你的话，在这个星期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被提醒关于主啊，因为你非常爱我们，你阿爸，你让你的只有一个宝贝儿子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被钉。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你主啊，哈利路亚，你的爱对我们真的很奇妙，很厉害，哈利路亚，你原谅了我们的罪，原谅了我们的错，来表达你的爱在耶稣身上，耶稣的生活
我们感谢你主啊，说今天来分享，来分享主啊，来讲，来给我们听到你的话，感恩恩典在我身上来复试你主啊。我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今天要分享什么呢？ Shine， Don't hide it， Let him shine。 Okay， Shine 是什么呢？光，神的光，让神的光， Amen， 从我们的生活生命看得到听得到， Amen， 影响比较多人来接受耶稣当他们的救主。 Amen and Hallelujah。 来，我们开始。Okay， 来， The story of Christmas， The light of the world， The light and the life that is in us now。 我们要听，开始的时候我要讲一点关于圣诞节的故事，圣诞节是怎么样开始的？ Okay， 因为 我明白有些是刚刚进耶稣，刚刚信耶稣，还是很久了， okay， 是基督徒，maybe 忘记掉圣诞节的故事是怎样的。今天是关于那个三个祭司。三个祭司博士的人比较多，然后我们会看到Joseph 跟玛丽的关于他们的事，然后我们会回到耶稣面身边，然后会结束了。Okay， so the story of Christmas， 圣诞节的故事，世界之光。关于圣灵就是我们现在， Amen。 来， The light shines in darkness， 那个神的电灯，神的亮光亮在黑暗， okay， 亮在黑暗，黑暗也是不明白什么在发生。约翰第一章第五节是这样，你看这个小白灯，你懂这个是什么吗？我们以为，有时候我们以为神讲他是全地的亮光，全 universe 的光， okay， 什么意义啊？ okay， 光灯， okay， 有什么好处呢？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吗？怎样啊？你看啊，我们没有得到得救的时候，我们没有，耶稣没有来，假如耶稣没有来救我们呢，我们有太阳当我们的光，白天，晚上是月亮，给星星，当然，给这些光是有一天会没有掉的。Okay， 这些光是神创造的，这些光也不是能给我们生命，也不是能给我也不是能救我们，洗了我们的罪。这些光是光而已，能烧东西，能 让我们觉得很热， okay， 能看见东西， but 那 它里面不是人的命。所以你看这个地，这个 dot， 这个地在，你看在你的 screen， 你懂这个是什么吗？你记得吗？前两三天 ，OK， 在报纸上他讲，八点晚上，八一晚上 ，OK， 你会看到两个 planet。Jupiter 跟 Satan， 不是撒旦啊， Satan， okay， 会走过一起，很靠近走过一起。等他们走的时候，他们
好像黏在一起，他们的光啊，是这个地方，你看在你的 screen 上面，这个是我用我的电话拍照的，诶，你看全的 all around it， 在它的旁边全的地方，在这个地的旁边都是黑黑的，你懂吗？我们马来西亚的天空啊，天空不是很干净的天空，天空是吗？ It's not clean， 很暗，很多 dust， 很干，很肮脏。Okay， then 那天也是那个 weather 也是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地啊，真的是啊，很小很小。假如你没有啊 concentrate 啊，你不会看到的，看不到的。把我找，看，我懂，一个是月亮，它很大，让我看，哇，这样小的地，这样小的 dot 啊，看得见的，诶，你懂这么吗？因为它的力，它的光，不管黑暗是怎么样厉害，怎么样黑呀、啊，它变大。假如有光有灯啊，不管那个灯是好像你看我的圣诞节的树，圣诞树，不管那个灯是大还是小，还是一个地在天空上面，你能看得到的。 And 那天那时候神耶稣玛丽生出来baby 那个 baby 的时候，然后有这个三个智者，诶，他们是在在哪里呢？在东方 OK， from the east， 东方在哪里？东方是在哪里呢？ OK， 有些人是讲他们是从伊朗那边，也从那边出发的。把他们出发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到耶稣的地方，伯利恒的地方。他们不是驾车嘞，他们不是马上到的哦。把他们，人家讲啊，他们是走路还是坐 camel under 啊，马来文是 under， OK， 他们拿着时间来走他的 journey 到耶稣那边 Bethlehem 伯利恒，不是一个晚上到的哦。他们有人讲是最长的时间是两年才到，也还是一年多。到，我们怎样知道呢？等下我给你看。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西路王执政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是有至三个执政从同方来到耶路撒冷。你看，他们去到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到伯利恒，怎么呢？等下我给你知道。来，我们继续。他们怎么样会跟住这个星星呢？他们看到这个灯吗？这个亮光在天空上面，因为他们认识，他们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星星，普通的亮光啊，这个是他们看到的是晨星，他们看到的是晨星。What they saw was not an ordinary star, was not an ordinary light, but it was the morning star. 他们怎么样会知道这个是晨星呢？
How would they know that this is the morning star? 他们怎样会知道呢？这些上这个上个职责啊，还是上个模式，从来自同方，从同方，从伊拉那边，从Babylon 出发的，他们怎么样会知道？你看，在 Daniel the Book of Daniel 单一历史 ，OK， 单一历史 ，OK， 在第二章第二节，那时候 Daniel 跟犹太人他们在Babylon 是吗 ？Babylon 是伊拉那边哦，你懂吗？在那时候我们懂 Daniel 单一，给单一 Daniel。给单一一例，单一，给他那个 Babylon 他们以为单利益 Daniel 是一个模式，是一个博士，好像一个智者，一样的智者，把单利益给我们懂，他能翻译那个王的梦。The Babylonian king's dream can interpret， 所以他们的 reputation 很高咯，在那时候。所以 Daniel 丹尼义也是以为被经过这个主这个智者博士的主，maybe 从那时候啊。这些魔术师和石和占星家者啊，他们听到 Daniel 丹尼义的分享讲道给他们听到，说他们明白，给他们懂，有一个救主会来到耶路撒冷，说他们看到这个诚信的时候，他们记得丹尼义的故事。They remember what Daniel said. They remember the testimony, the testifying of Daniel about the word of God. Right? 他们听到，他们记得。所以他们看到这个诚信。说嘛，他们出发了，要出发去哪里呢？出发去耶路撒冷，不是 Bethlehem， 怎么不是 Bethlehem 吗？因为神安排全部的，神安排的全部 ，OK， 没有什么发生那时候，会逃避神的计划的 ，OK， 他们没有听 ，maybe 他们那时候没有听到。命数字讲的，我在24章17节，我见过他，但现在没有。我见过他，但没有靠近。雅各比有一颗心，雅各比有一颗心。You know, from the book of Micah.You know, maybe they never heard the prophecy from Micah. You know, that the star will appear over Bethlehem. You know, 全部他们听的是关于从耶路撒冷会成长一个救主。所以他们去到那边了，耶路撒冷。所以智者呢？博士人，这个三个博士，如新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而不是伯利恒 ？Why did they go to Jerusalem and not that? Because 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大啊，你在犹大诸城，从虽然实小，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
重胎住 okay? All right, so 他们没有 maybe 没有听到啊弥迦书的prophecy, 所以他们只能得到从啊但利益的分享 really heard from Daniel but not the other prophets, so that's why they journeyed to Jerusalem and not to Bethlehem. So 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停在那边，他们问全部人，我们看到这个星星晨星，这个 baby 这个救主在哪里呢？那个 baby 会从哪里 出生？ So 在耶路撒冷，他那个犹太人他们跟他们讲 okay, 他当地人告诉他们去伯利恒，伯利恒 you know, the locals told them to go to Bethlehem. 你看犹太人他们懂神的话，他们懂神的字，但他们没有跟住啊。And 他们听到听到这三个知识的人的跟他们讲，我们看到真心 OK, 他们 听到这个话，他们的response 是怎么样呢？OK, 跟他们的王也是一样 Herod, 他们看到困扰 OK, 他们看到好像很生气，很不相信，不要接受，为什么呢？你看啊 OK, 神的亮光，神的身，神的智，神的道，不是每个人能接受的，不是每个人能接受。假如我们喜欢做神，当神，喜欢控制，喜欢不要让，不要跟住神，不要遵守神。神要做什么呢？我们会推，不会可信，不会遵守神的话，因为我们不是从灵接受神的话，我们是从肉体接受，反对，从肉我们会，关于神的什么事呢？我们会推反对他的。他们看到困扰 ，they were troubled，they were not rejoicing，they were troubled when they heard that。So OK, 我们回到这个三个伯利是吗？OK, 三个伯利是吗？三个什么呢？对 ，is the 三个智者 ，All right, 来我们回到 the slide, 三个智者。所以这个三个智者去到伯利恒，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夫妇拜他，并且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魔药做礼物献给他。So the three wise men came to Jesus. They reach the house. 你看到房间到屋子了 ，OK? 他们看见小孩。你看，这么我们能接受这三个智者他们的 journey 啊，会拿到会这样久呢？你看这个 baby。耶稣 baby 变到长大了，不是 baby， 把小孩变到小孩了。然后他们玛丽跟 Joseph 跟耶稣，他们不是在 stable
那个动物的地方，对，鸟，他们是在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屋子里。So， 他们这三个智者呢，他们走的路啊，走的时间啊，真的是很长的时间，不是很短，不是一个马上一个往上到的。他们看到看到小孩跟母亲，说他们把黄金、gold、录像、frankincense、魔药，给阿嬷做礼物献给他们，给耶稣。这些是代表什么呢？金呢是代表耶稣是王王之王 ，God。Gold represents that Jesus is to be worshipped as the King of Kings. Amen. He's the King over all of us. Amen. We bow down. We crown him with all our crowns. Okay. 第一个，我们对耶稣呢，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要 respect 他，我们要接受耶稣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他的人 ，OK。第二个入香呢 ，frankincense 是代表崇拜和祈祷。我们得怎么样要跟耶稣沟通呢？不要跟耶稣关系呢？是从 worship 崇拜、祝福和 prayer 祈祷。OK。第三个呢是魔药 ，myrrh，OK 的 that thing is myrrh 是代表什么呢？耶稣会。为我们的罪被钉，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 ，Amen， yeah， and then 是代表什么呢？我们要来到圣耶稣面前，我们要假如要真正跟随神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想法要洗掉，要投降。假如我们要得到。满满夫妇神的祝福啊，我们的固执，我们的不要遵守他这些，我们的面子啊，这些东西，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梦想，全部都要放下，拿去丢掉了，对吗？我们要相信神的计划给我们的是比那些好。Amen。谁是那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必指示他应算着的道路，他必按相付了他的活意要承受的毒苦。耶和华把心意向敬畏他的人相示，有是他们人是他的也。He who is the man that fears the Lord, him shall he teach in the way he chooses. He himself shall dwell in prosperity, and his descendants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Amen. So, 我们接受耶稣应该是两岁以下，也不是以上。因为什么呢？马太第二章神学解释，他是讲细路间。十路间自己背心向下移弄了，就打奴，于是照着他从心向下所问的日子，相令把伯利亨和福金地方两岁以下的小孩全都杀了。说我们懂，耶稣是应该是一岁多，两岁以下的时候，神没有离开 Joseph 跟玛丽的身边。你看，在发生的时候，真的是好像是很多黑暗。因为神是带领，神是保护，神是祝福，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养人。
神都会让我们活该，让我们得到不好的日子，他会保护我们的。所以也说神保护约瑟跟玛利，他们走了以后，住的时者在梦中门中向夜是先仙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到埃及去，留在哪里？知道我在支持你，因为是你要寻找这孩子，把他杀掉。Take your baby, take Jesus, take your wife, go to Egypt, because Herod, 因为希里要寻找这孩子，寻找这孩子，把他杀掉。希里要给 Herod wants to kill baby.保护 wherever light goes, darkness will be defeated. Wherever we let Jesus in, everything inner changes. 有光的时候，黑暗被失败。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保持不变。Impossible for us to not change if when the light of God comes into our lives.Protect, to guide, to govern us, to shape us, to change us. No matter how small that light is, it will bring change. No matter how small the life of God in us we allow in, it will bring change. So don't limit, 不要反对神来改变我们的心。神是为我们好的。Okay.你看在这个时间，这个 COVID 的时候，这么很多人 被提醒掉，提醒到神要耶稣会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全部都有那个光，我们有耶稣的命在里面，我们得到圣灵了，对吗？那个亮，那个光给我们希望，给那个光帮助我们跟神沟通，神关系的东西，关系 的事情沟通，提醒 Amen、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不要担心我们隔壁全部都是黑暗，那个暗，黑暗也是变到 很黑，比较强，不要担心，因为神的荣耀，神的光在我们的心，会给我们 victory， 也让我们赢。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也在这个时候，我们因为神的命在我们的命，我们的里面 ，because God's life is in us。神的光在我们里会成长，神会帮助我们，神会成长我们，是神的功，不是我们的功。所以几时神要回来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呢？救我们呢是神的功，救我们是神的功。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准备地方，就比再来见你们。你看到的时候呢，不用担心，耶稣会回来，会再来见我们，见我们到他那里去，见我们到天堂去。孩子，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你们说神会救我们，神会回来带我们，可以借我们到他那里去，拯救我们是耶稣的工作。我们只要跟住他。在以赛亚六十章第
一节到第三节，看那黑暗遮盖大地，有暗遮蔽万命，但耶和华要神起来照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我王国要在你的光从星宙，列王必在你入许里，出生的光会从星宙。Right shine for the light has come， 神的光辉，神的荣耀会比较强，也在这个地的要结束的时候。不要管怎么样，怎么按，怎么什么都会发生在这个地要结束的时候，因为神在我们里，比全地的王强。 He that is in us is greater than he is in the world。 OK， 所以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全地的盐，you know， 我们人能让我们意向人家，我们的邻居得到、听到、懂到，跟神同在，跟要懂神是他们的救主。我们也是在这个地的亮光，因为神是我们的亮，神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命跟他人神的荣耀被擦亮。Okay， 我们的命比较贵。 No price can be placed on our life. Why? Because 我们的旧的命是没有了，在里面呢是神，是耶稣的命在里面。所以亮那个光是从耶稣里出发的，所以我们不要来拿我们的命来逃避，不要让全地的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不可以讲 Don't hide yourself， 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怎么样会有希望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日子有利有恩典来走过这个时候呢？因为神是我们的亮光，神的光是我们的力量，是我给我们的新的希望。We have new strength， 我们有新的力量，因为神是我们的神。Amen。So， 要做什么呢？站，全部做了，跟神走，听神的话，全都是好。最后的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站住，在耶稣里站住。 In Jesus stand firm， 不要逃避，不要跑掉， but stand firm。 等下啊，stand firm。Amen， 这样就够了。来，我们结束了。来，我们祷告。有得到吗？神的话，有得到神的福吗？ Amen， Hallelujah。 So， 让神来带领你，跟出神的光，在光神的光里面住，不要跑掉了。站住在神的诚意里面站住。 Amen。 Father God， we thank you。 神，我们感谢你，你非常爱我们，帮助我们，只有你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我们等住你回来，到我们这边来接我们进去你那边，去你那里，去到天堂。
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对我们可信，感谢你，你许罪了我们的罪，变我们道，变到我们为生，感谢你主，爱我们，原谅我们，让我们得到你的恩典，你的荣耀，感谢你，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假如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耶稣，耶稣不是你的救主，可以让我为你祷告吗？跟你祷告吗？可以吗？假如你要接受耶稣让你救主，跟我一起祷告，祷告什么你就跟主，可以吗？主耶稣，感谢你原谅我的罪，感谢你可信我，非常爱我，你赎罪，你是我的母女，你赎罪我们的罪，我接受你当我的救主，当我的神，带领我，让我得到你的恩典，你的荣耀，让我感觉到，让我懂你的爱是怎么样的，有经验，得到你的爱，感谢你主，从今天开始，我是基督徒，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女儿，感谢你，我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OK， 我们在这里前结束了。假如你有祷告，你还是有接受耶稣当你的救主，还是有什么事情要问我，还是需要我们帮助，你可以 email 给我，我们的 email 是在那个 description box 里面，还是你给你知道，现在是 my word of life 一个字 mywordoflife@gmail.com。 OK， 圣诞节快乐，也祝你也是明年新年快乐，祝福你，也感谢你今天将如我们，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家人，拜拜。